林老师的癌症已经严重了，已经转移到了肝。不可能啊！上次他化疗结束以后，你不是跟我说，你跟我说他已经好了吗？而且现在特别的好状态，他已经都没事了，怎么可能啊？现在我知道，这很难让你接受。没有。 我没有很难接受，是我根本就不信他已经没事了。夏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觉得没事了，就算是真的，怎么了？反正我现在也不用去德国了，我可以带他去国外去。现在已经有一个胃癌肝转移患者，他病情已经出现奇迹了呀，治好了。 他一定没问题的，一定能治好的。笑笑，一定能治好。笑笑，干嘛？你，我不，我不，笑笑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你说话。听我说，林老师是你的父亲，也是我的家人。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可以比我更在意他，你知不知道？